这就是街舞第二季重磅归来，继续散发舞台魅力。超级舞者同台 PK， battle 就是战场一样，就是必须要全力去做一个这样的战斗的准备。双方又是认识的朋友，但是在战场上就是对手。燃炸舞台，残酷混战。感觉他们是把整个舞台充满了，因为我已经炸到听到我自己的音乐了。这场一定拿下。四大明星舞者担任队长，易烊千玺、罗志祥、韩庚、吴建豪。我们在这儿没有冠军，我们在这儿接舞就是冠军。还原最真实舞者精神，为舞蹈一战。好棒！ Yeah! Yeah!这就是街舞第二季，周五晚上9:30，星空卫视。